画面中的鳄鱼体育场是土耳其最有名的一个体育场，布尔萨足球俱乐部的主场蒂姆萨足球场，因这个足球队的绰号叫绿鳄，因此设计师简单粗暴地将主场设计成了绿色鳄鱼的形象。体育场内景，该体育场能够容纳45000名观众，经三年建造而成。夜幕降临时，足球场灯光开启，鳄鱼栩栩如生，宛如神兽塔聚，足球氛围十分浓厚。